我就不上去了。可我还有话要跟你说呀。我交了一个礼拜的房费，你就当回国来旅游。你出国念书那么多年，如果想回老家探亲，你就把饭店给退了，这些都无所谓。但是我们不要再见面了。我回国是想跟我的妻子和好，重新开始。所以过去的事情就留在过去吧。